谢谢你看我们的首播。如果你看的不是首播，代表你还没订阅最近红什么，那快点订阅，下次才能跟到我们的首播喽。太烂了，红什么？耶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红什么？今天我要玩的是手机拳击大赛啊！今天呢、啊，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的来宾，最近红什么的耳巴。站在中间会不好意思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两边太香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中间很香。我平常站姿没有那么驼背，超驼背的。请站起来。那两位有没有做一下功课？我们的手机拳击大赛。有。我今天是希望尽量可以打到人。你说真拳吗？你说手机真的敲蕊？No， 是手真的敲蕊。游戏规则对不对？我们这次有多了新的规则，是脚不能移动，还有另外一个新的规则是手一定要出拳，但是不能打到对方。那可以心动吗？可以。我怕心动，太容易恋爱了，学生时期怎么了？不能把手机挡住自己的脸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你都一直这样嘛。我们两个是他一直的呀，我拍出来照片，我都一直注意人家的。对啊，因为他们的我都跳过。别打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这个需要有什么？现在准备什么？对，我前几天特别没有吃素，就是为了要今天比赛。没有关联。好，那比赛开始。好，第一局打耳对上雷包，不能打到脸，不能开人号，不能开录影。那可以讲生殖器跟骂他老哥。哎呦！计时十秒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打他的脸！我只有看到两个少数民族甩法舞在这边。从人类来看是头朝圈，马上直接打脸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你完了。没有，有了哇，好冲击哦！天哪，五张，先我们就五张而已。不会吧？六，冲击哦！可以当大头贴的那种。哇，你拍这么多。很多哦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有，这算吧，直接打到糊掉。八，九，这个算了，精彩耶，好强壮，滑倒前一秒，好有速度感。哇哟，拜托，怎么弄的？哇，这么好哎，高清头贴啦，没有了，十分，恭喜你们。那玩一玩，两个人嘴唇是白白的，是正确的吗？他们年纪到一个，他们是可以打几秒？十五秒而已，15秒大概就是这个惨况。我就十了。哇，出拳比较快。这个没有。哦，他很会躲哎。你根本没有在拍吧？哎，拍错地方了，多拍一点。对不起。合家观赏的。都没有吗？正脸，这一拳应该就 KO 了吧？蛮有视角。对啊，怎么会这么矮哟？二，拍不到哎，这个躲掉了。哪里？你又加把劲啊！都没有，哇塞，没有了，没了，哪里啊？没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拍的总张数还没有他拍到你脸的张数。好，那我们都是玩错游戏。第一局，雷包获胜，雷包晋级。我等下跟香缇打是不是？对，我完了。好，第二局我们的阿达对上小李，有什么想说的？计时15秒，计时开始。哎呦，太可怕了！阿爸刚说出拳，你要出拳呐！很辣，叫，小心脚不要移动。哎，阿爸，你这样其实蛮低怕。表现也好看，刚刚没有，今天没有很好看。我刚刚看到荧幕截图，好紧张，真的没有，没有，不要自己数。后面这个脸是千万，我搞的别人了。我在拍哪里？自己喜欢的地方吗？哎呀，不
主播喜欢的地方啊。你被自己冲康了、啊，这是我的手指吗？哎呀，有一张，有一张了。我天哪、啊，你要帮我打我脸？笑得最开心的。哦、太难看了，好难看了，弄死我。哇、哦，眼睛好恐怖！你是不是喝醉酒要揍人呢、欸？是吧？干鬼！鬼刚呢？鬼刚呢？我就有三张。三张。二三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千万不要用这个键按，还是可以算荧幕截图的。不行。平常自拍都没有这么清楚吧？像偶像剧的封面。不好意思，这张我再传给你。二三四五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你的脖子去哪里？还在那个新一区。还好你有胡子做区分，还没带来。五，干你！太明显了吧？这我他妈看镜头哎、欸，这算送分吧？他没了。六张，六张，也才赢你三分而已。OK 啦。好，那我们恭喜这一局小雨晋级。这太好了，没有想就没有戏份了吗？你可以回台北，可以领通话费。为什么你就是跟女生？啊？为什么只是跟女生？你刚刚也是啊。是啊，没关系嘛。哦、上次你是不是这样？他也喜欢看九九。对啊。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对方说的吗？还没好，也没见几次就打痛拳。你好，如果等一下拍得很漂亮的话，也许可以交往。哦、太容易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两个不算。第一张是有点不好意思，第一张这个在，而且这个手是抽到三张了 ，OK。现在一耶，没了，只要一而已。
一哇塞，输定了吧！我都已经够虚弱了，你还要烂？丑是丑，没有，这是丑，丑归丑，但没有。哇，手好大，没有，哎，哎呦，好虚，哎，我会告你哦。有啊，这有吗？这个没有，这挡到没有？没有吗？挡到了。屌打，太棒！我也是让你留，哎，这很帅哎！我刚传给你，不是哎，没了没了，你的命中率很高，你中啊，你拍很。有任何 iPhone 业配，欢迎找这里。我不管，我要再玩一次。由于我们今天有来宾条款，对，来打晋级冠军赛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？我也不知道你们到最后会怎么评啊。对，非常很不满，今天就是冠军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躺得好哎，
帮自己的手。哇，好帅哦！哇，为什么你要帅？什么意思？这张是什么？这张吗？量自己的袖长。哇，好看！哇，出拳哎！很帅哎！我有哎，有感觉。大哥，然后我四五，哇，糟了，没了。我赢了！哇，六张赢，就六张赢，真的无聊。你给我买单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恭喜第二届手机拳击大赛冠军就是泰泰卡！耶！好吵啊！终于换我站中间了。那我们赢的都是第三届，你要来帮我们打那个魔王赛。对，第三届我还可以在后面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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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订阅。那就。今天的 Patrick 太好笑了。好，我的 YouTube。